幸福小组的副长，还有核心的同工，好不好？请你们都到前面来，站成一排，好不好？面向我们的同工，好不好 ？Kevin， 各位，这是一个棋子，是一个狮子。圣经告诉我，我们的神就像犹大的狮子，所以当神在那里呼求的时候，神犹大的狮子要大，这代表我们的征战，我们的得胜， Amen。 所以我要求你帮助， Amen。 我们给这群的同工最大的鼓励，好不好？ Amen。 你可以站在面，一只红的，一只蓝的。我们奉主的名宣告，这些的同工在未来的三个月要为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打仗， Amen。 我们宣告依靠神，我们必定得胜， Amen。 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，好不好？一起唱，来。我活着为了你，我的每个气息是手中的每时刻。可不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声的来唱，求你的旨意。耶稣，各位同工，神必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出去，神必与你们同在。神迹奇事见证你们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所以你们去的时候不要害怕，你们神会把当传的话放在你们的口中，不用担心，不要忧虑要说什么，顺服圣灵，圣灵就要工作， Amen Amen。 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，我要邀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祝福祷告， Hallelujah。 好不好，每个人我们同声开口，求主祝福我们的同工，求神使用他们，哈利路亚。哦，荣耀的主，我感谢你，祝福我的弟兄，主我们赞美你。弟兄姐妹一起开口来祷告，你就是不会开口也开口来祷告，你一开口神就要把话给你，哈利路亚。祝福给他，祝福给他有你上头来的智慧，主让他在每一个环节每一句话都带着主的权柄，主啊，你祝福他弟兄，主我们相信正是你提升他的时候，主啊，愿我的弟兄每一次做幸福小组每一次都被提升，主啊，我求你把这个使徒的恩膏继续的放在 Mark 的里面，带领我们的教会，带领弟兄姐妹势如破竹，主啊，能够进入黑暗的领域，将人的灵魂抢救出来，主啊，求你把这个使徒的权柄和恩膏放在他的里面，使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为将来祝福祷告，主啊，他每一次传讲你的话，他在那里传讲每一个信息的时候，你用你的灵膏他的口，主啊，使他的口，主啊，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突然返回，主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带着主的权柄和能力，主啊，把他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主，我们为 Chloe 来祝福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祝福，主啊，你差遣他，主啊，他要为耶和华的缘故，主啊，他要举起大旗，要招聚主啊神的军队，主，我们相信在末后的日子，你说妇女要成大军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宣告，主啊，这个妇女的大军要被建造起来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他带着主的权柄出去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为丽娜来祝福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使用他，呼召他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，主啊，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心被建立起来，他的信心被扩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求你啊祝福他，当他服事的时候，你也祝福他的家庭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也为希娜却来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相信，主啊，这是他第二次参与在里面，我们也相信主。
这个之后，你要大大的提升，主使他扩张他的境界。主啊，我奉你的名祝福我们的姐妹。主啊，你使他比他所有周围的人，比他在银行里面的任何一个人更加的尊贵。主啊，你给他有一个 favor， 是从上帝来的 favor， 上帝来的 favor， 不但在他的工作，也在他的家庭和服侍的里面。主啊，我用这句话来祝福我们的姐妹，扩张他的境界。哈利路亚。耶稣，我为 Sherry 来祝福祷告。主啊，当他与先生同心合一的时候，主啊，两人要追赶万人。主啊，一人追赶百人，两人要追赶万人。主啊，这个等比极速的恩膏要临到他们的手上。主啊，不断是他的家，不论是他们所经营的事业，主求你使他们蒙你的福，主使他们夫妇同心，做成主所托付的工作。使我们为啊，主啊，为我们的姐妹来祷告。我们求你帮助带领。主啊，你看他从我们教会第一天开始，主啊，他就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。献上我心，献上我。主啊，你看见我们的姐妹尽心尽力的爱你服侍，主啊，我就求你提升，主啊，求你提升的是与光之同坐。主，我们感谢上帝，听他的每一个祷告，听他的每一个呼求。主啊，我为这个就求你保守。荣耀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我们谢谢你，主我求你恩待我们的姐妹，主你使用他。哦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也特别为 Chris 回到台湾，主你与他同在，在台湾能够高举主你的名，主啊，在台湾能够，主啊，能够安慰到他的家族，主我们求你纪念他们夫妻同心合一的服事。荣耀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荣耀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祝福他们的两个孩子。主啊，在神在父母敬虔爱神的榜样里面，这两孩子将来长大也成为神手中的利器。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为圣灵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相信主啊，他所需要的主你都知道。主，他心里面最深的祷告，主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主啊，祝福他跟伯奇，祝他们的事业、他们的家庭、他们的服事都要被主你来提升。耶稣，谢谢你，你把他带到阿卡迪亚，是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祝福。荣耀的神，我感谢赞美主啊，他们将来的房子求主为他们预备。主啊，你说娘给他们的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宣告他们的产业十分的美好，不单是地上的产业，将来包括孩子的产业全部都要赐给他们。宣告你们得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一起说阿们。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Come on， 弟兄姐妹， shout to the Lord， say hallelujah。 你的声音我听不到， hallelujah， hallelujah， hallelujah。 主啊，愿耶和华的军队出去依靠你大美好的仗，将黑暗的权势全部打开来，叫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主监牢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一起说阿们。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谢谢每一位，谢谢每一位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他站在旁边忘了。天父，我感谢主啊，他被忽略到，原来是为一个更大的旨意。主啊，就像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，主啊，要像底波拉一样，旧约先知的底波拉。主啊，当没有人愿意出来的时候，底波拉他就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一个女子，我怎么可能带领以色列的军队？”在上帝拣拣选的底波拉，神将这个征战的灵放在你的里面，所以我相信神不但给你这个旗，神还要给你一匹的马。可能需要翻译不成他的语言。主啊，让这个让内部将来的那一匹马是为福音的缘故，让内部车子成为一部福音车。主啊，在阿卡迪亚、圣卡雷拉、在雷九，到处为主奔波。主啊，我求你使用他，
也特别祝福这次班的鼓掌，主啊，他是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为你所立定，主啊，他说话的时候如同两面的利刃一样，人的心意就被打开，就归向我们的救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给你旁边的人一个 high five， 要行道不要听道，要行道不要听道，给他一个 high five， amen。 好，我们时间稍微有过头了，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， amen。